热要小心火烛。刚在中山北路一段82号的8楼传出了火警，那么您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画面啊，火势非常猛烈，警消人员呢一共出动了18辆的消防车到现场抢救。这个地方在哪里？这个地方其实它2楼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餐厅。那么这个在这个餐厅当中啊，楼上啊，可以说呢，这是一个10层楼高的这个大楼，结果在8楼冒出了火警。那么现场啊，火势可以说呢，看到看不出来，好像在闷烧。那么现在就是在进行抢救，我们等一下有最新的报道。